俩手呢，先一个手啊，一个手摁盆子，一个手活。真活过吗？没有，他光看着我整过。先一个劲插盆子边，插盆子边，搁手指头插盆子边，把盆子边插干净了。这个地方都给它插干净了，蹭干净了。蹭啊！那没蹭干净啊，得蹭增量的。啥蹭增量的？嗯。哎呀，大厨师！大厨师和面呢？哎，怎么麻麻嘟嘟的呢？醒一会儿再揉就好了。你先拿点面糊。大厨和面还行。哎，你说他是在外边拿那两面来了？我去拔个萝卜去。你把手洗干净了，那手干巴了能得劲吗？这个搅下来吗？这个不搅不搅，先不搅。我去拔个萝卜。妈妈吃不了羊肉，咱家就除了妈妈闻不了羊肉味儿。妈妈那天去冰箱里吐了。真吐了吗？吐了。闻着羊味儿了？嗯，我去给它装袋里去。哎呀，闻着这味儿啊！咋着呗，老弟，你这个跟小喷似的，你可对上了。我老师让你薅那一个跟小盆那么大的萝卜。你跟小盆似的。嗯。咱没有那么大的萝卜呀。嗯。这萝卜咋的？这啥意思？怎么长歪歪了呢？长出来了呢？你看，就这么大小根在底下长着，你看。我老二刚才就是吃羊肉下饺子，然后刚才都开心的唱上了。看你把你老说的多那个什么，把你老多馋羊肉馅儿的似的，你这是。还扎心呢，说你，都说我老二吃羊肉馅儿的，高兴的都唱出来了。真的，不是老每天都唱歌。上回在屋还录啥呢？泡水澡呢，泡什么？泡热水澡呢。泡热水澡呢。嗯。冷水澡吧，还是热水澡？看着香菇就想采蘑菇，我感觉这些。我也想采蘑菇，都没采够呢。你就像那大胖子蘑菇。没有够。下面再采吧。还没采够呢，都。现在是不是有冻里了呀？嗯，有冻了。但是咱这没有是吧？咱这没有，这大沟里有。洗完了吗？马上啊。没有时间，有时间上沟里面采点去。沟里圆枣呗。圆枣都不行了。冻啥？枣落了。过劲了。那就剩核桃了呗。我去了啊。核桃现在也落了，反正落地下是能捡着。我也来一块儿。今天头一回吃萝卜。哎呦，还给你奶奶太小了。一共种多少个呀？种不少呢，那个西边地还有。都吃没了还有馅吗？你少吃俩饺子呗。你说的扒俩，我这挺听话的扒俩。你说扒一个扒盆那么大的没找着。哪有这么大的？我老故意难为人呢。能有奶仗呢，还得有这么大的。烫的。不烫不行吗？烫了又中，那个萝卜味儿可大了。哎呀，要哭了。剁的话更呛眼泪了。嗯呐。今年冬天买个羊。买个羊。没事，喝羊汤。买羊有多少钱呢？1000多吧。羊又涨价了吗？嗯。羊肉涨价吗？还是羊？羊涨价了。羊涨价。羊，他俩不是一个的吗？他那羊涨价，肉掉价。就用头头吗？头。头。全闻着啥萝卜味儿的？你这是馋丸子呗。可能是馋丸子。闻着味儿可香了。啊。看看宝宝大玩具，这不错。然后
来开车。带他俩跟你姑姑出去玩去吧，兜转转行不行啊？啊？那这这。那给热点什么呀？哎哎，这抓着嘞，抓着嘞。哥，为啥就不抓啊？哎，来，这能坐两个人。坐两个人呢，你也进去啊？你也算抱着他吧。这个他妈没听我的呢，整会儿。抓树。都不用再添加点水呀。抓树了，宝宝宝。大的吃面，小的吃，大的吃馅儿哈，说错了。大的吃馅儿，小的吃面。嗯，不听老人言不行啊！真是，人家都是那个娃嘴娃，你咋就这娃的整个满扣呢？这俩堵了堵了。哎呀，咋不搁盖帘上呢？那拿回来。嘉欣离得太远了，这饺子省得说干仗，就这样一盖帘能掰几个呀？那拿回来。好使劲呢，看到没有？奔饺子来的。打片儿的啊，打片儿的，男朋友打片儿的。走了。妈，别看了。就下这点儿，啊，这是你吃这个馅儿。嗯。这回包不少吧？包不少。咱家吃啥哪有少的吃？吃不了，别整个不够吃，整个不够吃，一个个的都吃不饱，多那什么呀？那还想着下顿儿，想着第二顿还能想着吃，我一次吃顶了，不想吃。那得吃饱了。来来来来，不行不行。吓死我了！嘉欣是烧烤丫头，我才不是烧烤丫头。就这些吗？嗯。感觉好少啊。大侄儿今天没到，这长得挺好。这蘑菇味儿挺大，我尝尝小虎的啥样。挺好吃的。素呢，嘉欣？跟羊肉比呢了？啊？跟羊肉比呢？嗯，都差不多，都好吃的。那得有一个，有一个先，有个后啊。我俩怕说哪个饺子好吃，另一个饺子生气。说他不好，他不乐意了。嗯呐。都好吃。嗯。你尝尝。都比大米饭好吃。那是不假，是个饺子馅都比单饭好吃。不是，这个味儿挺大的。嗯，大，那没有事。那个味儿。嗯、没炒的事儿。妈，你尝尝。你下午不能干吗？啥呀？你尝尝羊肉的。干到十点钟就干不了了。我不尝。等于干了一趟小肉。那开车割豆子行。开车割豆子行。也挺沉重啊。嗯，挺沉的。嘉欣上也能激动吗？嗯。行。今天包这种馅儿饺子，我刚才吃的羊肉馅儿的，不知道你们爱吃什么馅儿的。喜欢我的视频，记得点击关注，观看更多的东北农村视频。那是梅儿。嗯。设计挺好啊。